今天跳伞没有跟好，和朱仙石落在不同的地方，我得要赶快赶过去。啊！我信你个鬼！但是这附近好像有人呐、啊，看来我得要先把这个人解决掉，免得他给我碍手碍脚的。这种技术都可以把他打死，证明他就是菜到不行啊！哎呦，还有人敢挡我的路！还好他的腿有点短，跑得不快。倒了，那我得要赶快把他补死，不能让天使等太久啊！还不要听劝。你看，你看，他催我了。来了来了，这就来。这朱天使是什么人物啊？朱女王，你那么怕他？哎呀，这说来话长啊，有机会再跟你们说吧。前面有人啊。原来你是设定两个人哦，如果两个人的话就是双排，我们都用打字牌。啊，不好意思哎，我刚刚弄错了。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我先过对面帮你看看啊。哎呀，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。这人是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我记一下他们在哪里。我先躲在树后看看，顺便疗一下伤啊！我快死了。我感觉他就在房区啊，可是刚刚对我开枪的人好多啊，估算不了有多少人。那有人的。我知道，人多的是。哎，天使，你也帮帮忙啊！他们这几条粉肠盯着我不放啊！牛牛牛牛牛，不愧是天使啊！一枪爆一个头，地球实在太危险了，我要逃去火星看看。咦，地上貌似有个人啊！嘿嘿，抢了个人头。但是我还是要跑毒啊，我感觉我跑不过啊。我觉得我也来不及了。平时没在跑步。我没有大爆。包是不是？我有两个，只要你可以进圈，我就留给你。可以，刚刚不过会倒地这样。我啊，还真的倒地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在圈外等你。像我这种人美心善的猪太少了，赶快称赞我呀！可以。哎呀，别生气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个猪脑袋。前面有个人啊。Marked a location. Marked a location. 我这个角度看不太到啊。哎呀，怎么啦？在说树后面。On my way. OK OK， 马上过去。必须要让他知道我还是很有效率的。变鸡蛋糕啊你啊！不要一直打树，树会痛啊。是听不懂猪话吗？哎呀，不好！炸弹 ！Watch out！ 冲出冲出，我来了！我先封个烟。先打先打那边。他走之后来了。嗯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来不及救你了。没事没事，交给我，我来帮你报仇。这人在哪里啊？树后面，树后面，哦、啊，对，前面那个树后面。嘿，有鸡腿吃了！哎，天使，称赞我一下没？天使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喽。我是猪队友们最爱的猪女王，不但左右不分，还专业坑队友。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下课喽！